重点是紫禁，原来如此。谢谢 Red 的小浪花，专攻小迪，感觉跟小迪谈恋爱就蛮幸福的。女朋友戏。Hello 龙骑士 ，Hello 杜吴。哎，大家今天就放假了，那大家今天回家了吗？还是还没？你每天大概玩多久？我会先玩到我爱心没了，如果我没有卡关，我会一直玩下去。但也要看我有没有空，有时候不一定有空。对，我自己是哪种戏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感觉是朋友戏吗？我头发怎么那么乱？我不知道哎，怎么头发那么乱？大家今天回家了吗？还没吧？感觉明天会很塞车哎，有没有？不洗头洗哎，我有洗，哥们洗，我感觉是灵魂伴侣戏，灵魂伴侣。Oco 不回家 ，Oco 不回家 ，Oco 那 Oco 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家，明天还要上班看直播。啊，对，我明天是中午。再要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呢，我那时候排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十号是除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直想说，哎，那我除夕我来开个早上，然后晚上就要回家团圆了嘛。结果没想到这个那个十一号才是除夕，我误会了。对，你要知道我肚子饿了。原来是要知道你肚子饿了，好哦，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。有老家要回也是有啊，我爸妈的家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知道，因为你打开行事历嘛，然后你就看到哦，十号开始放假啊，那你就说啊，那应该十号就是除夕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结果后来我才发现，什么？原来除夕是十一号。对，不会啊，其实还好吧，反正。就是早上播一下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过一下除夕，然后晚上再回去我爸爸的娘，不是我爸，我爸爸的老家。对，对啊，我忘记了。Mina 也是，我怎么会跟 Mina 犯一样的错误呢？真是荣幸，太荣幸了，跟 Mina 犯一样的错误，太棒了。Hello 余哲。明天上班？对啊，明天感觉会有很多车子哦。日常学习很好看，真的吗？赞哦，谢谢。我今天妆算蛮淡的，对。没有，我没有说那个啊，我是说哦，真的很荣幸。对，先去玩游戏。阿星要玩什么游戏？是玩我刚刚推荐的游戏吗？阿星也要掉入我推荐的旅馆游戏里了吗？阿星。你的影子看不到，不留我孤单。谢谢玉的许愿瓶。你初几才直播？你玩煮过头？哎，煮过头也有手游哦。Hello 二一大叔，我初几直播？初几？可能初六、初七吧，初六或初七会直播。对，初六或初七。对 ，Oco 要不要去玩一下、啊、旅馆游戏？反正 Oco 没有要回家的话，可以玩旅馆游戏消磨一下时间。哦，动森，对，动森之前也超级流行，我玩的。哦，你用 Switch？ 原来如此，我是没有 Switch 的人。Hello， 学明。煮过头感觉用 Switch 玩很好玩的、欸，因为有那个画面是立体的。对，已经开始塞了，那你们要赶快动身了，动身。对，红包决定好像给爸爸妈妈，好，还没想到这里耶、欸，还没想到这问题有点太复杂。Hello， 鳄鱼，妹妹那不是有妹妹有啊，就妹妹的、啊。妹妹在玩啊，啊，她的账号我也不好意思给她拿，啊，我刚买一台 Switch， 我其实觉得我还好耶 ，Switch， 我因为一台也是不便宜啊，对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玩，因为一台不便宜，
对，这游戏太忙，是不是 Ricky？ 哎，我的粉丝都已经入坑我推荐的游戏，其实蛮开心的。你们想一下哦，你们想哦，当你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其实也在玩这个游戏，但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，不觉得很酷吗？酷。外面的人很多，你说外面路上的人很多吗？还是说我家这里很多人？一台摆在身后，为什么你要买两台 Switch 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之前 Switch 不是有出那个小台的吗？比较小台，我那时候有一度考虑要不要买，因为感觉小台的你比较方便出门带着它玩，对，感觉比较可以消磨时间。可是后来我还是觉得它就是还是蛮贵的。我们家哦，对，我们家今天比较多人，对，不可以退 DV 啦，要记得是谁推荐给你的游戏，不可以忘恩负义。不能忘恩负义，能不能否定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那么都来翻我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哦。所以志宏就是直接拿一台说啊 take it some take it some 这样子帅。不能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。你们要想一下是谁介绍你们的游戏，介绍游戏给你们的差距。如果是我说的游戏是什么名字？是 Grand Hotel Man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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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ia， 随便啦。对，我是不是应该设一个置顶？我推荐的游戏叫做，因为感觉大家都被我讲到很想玩，有没有？Hello 米米，我是觉得不要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不要买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不好用是不是？谢谢龙骑士小浪花。对呀、啊，该付广告费了吧？可是是俄罗斯、欸，俄罗斯话有一点不好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对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哦。这样我会伤心哦，我会伤心难过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你们过年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没什么事情做，可以玩玩看。对，哎，千万不可以氪金哦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来，靠自己好不好？要靠自己好不好？一步一脚印好不好？轻松就 Hello 七七八八 ，Hello 小猪耳朵，走你，走向你。只是恶作剧，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谜。哦，不能接电视哦，因为这样不就不能大家一起打了啊？那也是蛮有道理的。对，看一下直播重播，不要看我直播的重播，什么意思？过一个年后的全破。其实有可能啊，因为大家感觉过年的时候应该可以有很多事情做。年夜饭就来宰，对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 Grand Hotel M A N I A Grand Hotel Mania， 对，不下吕布，不下吕布，吕布超忠诚的哎，吕布很忠诚吧 ？Hello 小四，今天开到12点半。今天开水嘛，有，今天开水12:20几分吧，对，不也不能超过太，也不能，也不好意思太晚，对啊，不要太晚。虽然说，因为刚刚有跳掉，所以但是也不能太晚，对啊。吕布不是蛮忠诚的吗？我换好几个爸爸，哎，可是我一直以为吕布蛮忠诚的，因为我玩三国无双的时候，我觉得吕布是个。蛮厉害的角色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忠诚。最后他换很多，他只要有人招揽他，他就去过去吼，给他赤兔马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好吧，那你们千万不可以变成吕布。但放心，我是貂蝉，对，厉害不代表忠诚，也是吼。我在说的是什么游戏？你说？三国无双吗？还是我刚刚说的旅馆游戏？旅馆游戏是 Grand Hotel， 然后 M A N I A，
对，貂蝉是阿布，阿布是一种貂蝉，那我们是另一种貂，我是另一种貂蝉，是不同种的貂蝉。对，眼睛好一点了吗？眼睛好一点点了。对，常常换灯成，大家千万不要学吕布啊！大乔、小乔，哎，我们那时候玩三国无双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大乔、小乔好像他被他画的比较漂亮，哎，就是对比那个貂蝉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的貂蝉他给他设计一个很奇怪的武器，对，你们有印象吗？你们有玩过吗？我记得那时候貂蝉有个很奇怪的武器还是什么，还是衣服，所以他衣服没有那么好看。不是本来就很好看，可是人家还是说，人家还是说那个貂蝉比较漂亮吧，就是要说比较漂亮应该是貂蝉，像打火鼓棒，对，但还是蛮美，但是我觉得他武器超级奇怪，就是他武器感觉就超级不厉害，不懂那个武器。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大乔、小乔画的比较漂亮，对，画的比较漂亮，就是对，小锤的你们都知道，哎，变链子真假哦。后来我就没有比较没有玩了，所以我比较玩前面的。对呀、啊，大乔，哎呀，大乔好漂亮哦！而且大乔拿扇子，哎，我喜欢扇子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大乔拿扇子。哎，小乔，孙尚香我觉得还好，哎，但是孙尚香是一开始就有的角色，所以孙尚香会用。大乔，小乔是不是？小乔是拿什么？我对大乔比较有印象，哎。小乔是不是也是？小乔是不是也是拿扇子啊？反正我那时候觉得大乔、小乔比较好看。嗯，我看一下孙尚香，有点忘记孙尚香了，但我记得是，我记得是还不错。大乔是比较真，对呀、啊，哦对啊，孙尚香是短发，对，我就记得他是短发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孙尚香的武器是这个圆圆的东西，但我还是觉得大乔比较好。嗯，哎，甄姬超级，我觉得，嗯，可能我的 style 不是，嗯，甄姬，喂呀，嗯，哎，我好奇哦，像你们男生玩这种游戏，你们会用女生吗？对，甄姬有点比较那个，他长得有点比较那个。谢谢小四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小四的告白气球。我的话呢，我玩的三国无双应该是比较那个没有这么比较前初代的，就是我玩的是比较一开始，对。你们会哦，我以为因为通常女角不是都会比较怎么讲，攻击力比较没那么好，比较弱，通常比较那个一定选女角，真的假的？我一直以为男生会不屑用女角，因为女角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的那个攻击的能力就比较比男生烂嘛，就是你升级就会比较辛苦，所以我一直以为只有女生会玩女生，结果原来男生也会玩女生。对，吕布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吕布也没有说吕布，就是说你等到你遇到吕布的时候，其实你用的角你练的角色也差不多，也不会跟吕布差很多吧，就是因为你等到你要破到吕布那一关，基本上虽然吕布一开始就整个进度条超高，但是我后来也没有想要用吕布，但是会想骑赤兔马，赤兔马太快了，看着漂亮。吕布，对，吕布是真的，可是吕布就是总少点革命情感。也是看哥哥打游戏，没有，自己有玩，我有玩那个
PSP 的，我是玩 PSP 的，对，我玩 PSP 的那个三国无双，对，一开始当然会输啊。那个什么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破关的方法就是，先想办法把吕布从赤兔马下面打下来。欸，我好像以前有讲过，就是因为吕布赤兔马骑在赤兔马上面太快，你根本就是没办法，所以你要先想办法把它从赤兔马上面打下来，然后打下来之后，你就骑上赤兔马，然后你就开始一直躲，一直躲，就是一直躲吕布。可是因为要赢，有不是有很多种方法嘛？就是有一种是把士气，就是把士气弄掉就可以赢，然后另一种不就是杀掉主将嘛？然后你就是我破关的方法就是我会一直躲他。哎，对，讲了好几次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很聪明，我觉得我用这个方法过关很聪明啊。反正就是我会一直躲他嘛，然后但是我会杀小兵，就是因为你杀很多小兵，你把士气减弱还是会赢，还是有办法赢。对，所以呢，你不用去强求一定要打赢吕布，因为其实你打不太赢吕布，因为吕布太强了。对，后来几代吕布就没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玩的那一代就很难。哎，我真的很开，就是我觉得我用的这个方法很好。没有，我没有玩到五哎，我到我这玩的应该是一开始的，对。因为 我感觉我玩的时候，因为我玩的是 PSP 版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玩的第几代，后来我就不知道，对啊，有人教你还是自己发，当然是我自己发现的，那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晚安，伟霆。打小兵，对啊，打小兵集无双，反正打小兵士气也会减弱，对，对，刚刚打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先打小兵，然后集满无双，然后再去骑着马去找吕布，然后再开无双，开完无双之后再赶快逃走，然后再去旁边练无双，因为哥哥哪有帮忙我，我忘记了，没有吧？可能哥哥可能有提点我吧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记得是我自己想的吧，我忘记了啊。我没有用诸葛亮，我记得诸葛亮的武器很奇怪，好像是什么扇子，是不是？我记得诸葛亮的武器很怪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诸葛亮。我都用谁？我想一下，赵云吧。对啊，大家都会用赵云吧？一开始，你们大家应该说，哦，没有，我。其实我也不会用女生，我也不会用女角，因为我觉得女角就是虽然是喜欢，可是就一开始就比人家哦，夏侯惇也很好用，对，突然间很怀念，有没有？哎，现在还有人在玩三国无双吗？幻想着爱情的秘密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现在还有人在玩吗？有雷射光，真的假的？你说诸葛亮会射雷射这么强？没有人了解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可以骑马的时候超兴奋，就是我就哇塞，太强了吧，竟然可以骑马，哎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爱骑马，对。可是后来发现骑马就一直打不到小兵，其实骑马就没办法近距离攻击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可能有一段路要走的时候我才会骑马，对。爱情的勇气投入你给的错句，你给的错句，我出了那么多代吗？后面我也不太知道了。我那时候玩的是第几代？是 PSP 版的，好怀念哦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们买 PSP 的时候，我买的第一。